洽，哎，没儿没女，愁啥愁啥。老身何事？老头子齐世熙在市上开了个杂货铺，日子过得倒还可以，只是年过四十，尚无儿女，因此跟老头子商量着花钱买个小妾，指望他生个一男半女，接续徐家的香艳。这个女的聪明勤快，长得又好看，哎，就一样不好，她是死活不跟我们老头子圆房。这都一年多了，我是什么法都用过了，她就是不从，天天和衣而睡，动不动还以死相拼，我真拿他没辙。今儿个老头子到柜上去了，我不免把他叫出来再开导开导。我说韩玉娘，哎呦，我说玉娘啊，你给我出来吧。我们家可有一年多了，你也不是糊涂人，你好好想想，我们老两口花那么多银子把你买来，到底图个啥？孩儿知道妈妈的心思，孩儿我也有苦衷，万望妈妈体谅。哎呦，我体谅你，谁体谅我？难道我那20两银子就白扔了吗？孩儿家境方显之薄，积攒银钱还妈妈就是。我们买你为的是生儿育女，我要的是人，他不是钱。孩儿对不起妈妈。我说你这个人可真是够拧的。我见过多少烈性，没见过你这个样，硬脾气是人打人骂，你不吭那个气儿，硬受着气肉不肯爬楼梯，哎呦呦，累得我呀呀。
腰酸腿软，你就跟妈妈我说说，你那丈夫究竟是怎么样个人儿啊？怎么个好法，值得你为他寻死觅活的？妈妈呀！
说的倒是不错，那你那丈夫他听了以后他又怎么样啊？妈妈呀，我丈夫他对我产生疑心，误认为是被派来监视他的人，他恐怕我给他带来祸患，告发我心不好不忠主人。张万户闻此言雷霆大怒，打得我皮开肉绽鲜血淋淋，交给丫婆将我卖，因此上我才进了你家门。瞧瞧瞧瞧，你还说他有出息，他连好赖都分不出来，他不就是个混蛋吗？哎，可话又说回来了，我说玉娘啊，那你嫁到我们家不就跳出火坑了吗？如果你跟了我们家老头子，如果你生个一男半女的，再如果我们俩老的都死了，这家业不就是你的了吗？我真想不通，你怎么就不愿意跟我们老头子圆房呢？难夫妻，我心向大宋，他也是一心想逃离虎口，为杀的报国，他打探的亲，做了许多的准备，也是我过于心急，心灰意冷儿，就劝他回归故国。他不由得起了一心，这才指称大错。后来他看我遭受毒打又被卖身，才知错怪了我，他悔恨交集，离别之际痛哭流涕求我宽恕，对天明时他一身绝不负我，还互赠信物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我怎能变心负他呢？守身清洁，妈妈呀，妈妈呀，望妈妈成全我们和民之人。说说到底怎么个成全法？我们花那么多钱把你买来，到底为了啥？买只老母鸡不下蛋，还可以宰了熬汤喝，你待在我们家占着鸡窝不下蛋，这算怎么个事儿啊？今儿个咱就说干脆的吧，你要不跟我们老头子圆房，你就得给我走。打开窗子说亮话，你要走了，我们可以花钱再买一个，不能因为你断了我们家的香烟呐。我如今无亲无故，无依无靠。
时时地走投无路吧。走投无路，走投无路也得走啊。哎，对了，城南有个昙花庵，实在不成，你上那儿当尼姑去吧。事到如今，也只有如此。难入空门，半受千灯，倒也清净。好了，咱们今儿个就说定了，明天我就让老头子说去。我想这事儿能成，你也赶快收拾收拾，明天就走吧。多谢妈妈。想万算没用，前赶后错是命，花钱买个瞎折腾，积德行善留名。阿弥陀佛。广田园多牛马，银子钱随便撒，四面八方放名花，狐朋狗友够几达，吃喝嫖赌是行家事，行家。关关雎鸠，我胡鸠。在河之洲无泪忧，窈窕淑女我全要，君子好逑好好逑。大爷胡为，我爸爸胡镐，只因他老人家曾做过一任县宰，当官时间不长，银子捞得不少，算得上高效益。别看我爸爸他有钱，可是他一生简朴，人称吝啬员外。虽然小子我不会挣钱，但天生大方，公认的奢侈大王。老子捞钱不择手段，小子花钱不讲章法，老子敢捞，儿子敢花，你说这叫什么？这叫生态平衡。
许多人看事只看表面，往深里看看，我爸捞的银子是什么钱？是不义之财，我早点把它花光了，这叫免罪消灾。说起来，我也算个孝子。两年前，我爸他一命呜呼了，剩下我一个人更没人管了，每日里花天酒地，无所不为。哎，他这种日子过长了也没意思喽。我们后街有个昙花庵，我托庵里的老姑子给我物色一个美貌的佳人，日子不少了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我说小子，大爷，今儿个没事儿，跟大爷到尼姑庵去看看。找姑子，走着走着走着，有胡为一路上，自私自叹，自私自叹，想起了老爹爹，好不惨然，好不惨然。他当官老钱，敢想敢干，他为我留下了大把金钱，大把金钱。他以为给我留钱就是福，他怎知，他怎知钱是我学会了吃喝玩乐，浪荡逍遥，偷鸡摸狗，寻花问柳，耍大钱没钱。钱钱钱钱，可爱的钱，可恶的钱，可怕的钱，他一死全都撒手不管。你给儿留下了多少麻烦，我那老爹爹，呸，老爹爹。寻到俏佳人，禀报大爷知。参见大爷，大爷可好？我好，你好啊？好啊。我说大姑子，我托你给物色的美人儿有对象了没有啊？您先别着急，听我跟您说，我的庙里来了一个女子，名字叫韩玉娘，长得哎呦甭提多好看了，我呀赶紧的给您送个信儿来。长得好看？好看，比过去的几个都好看。嗨，你怎么不把她给带来呀？我想您还是先跟我去看看，要是中了您的意呢，咱们再想主意。咱们什么时候去看呢？这就走啊，这就走啊，走着走着。听说是有美人儿从天降下呀，您一见面心里就乐开花呀。真若是天生丽质，令人云彩呀，接回府就
猴急干什么？叫出来呀！是，您先坐在这儿，沉住点气。没人在哪儿啊？别这么鸡骨头毛肉的，别叫人家瞧不起您。规矩点就是了。对了，得拿出点人样子来。别捣乱，我这就够人样子的了，快着点儿。是。我说玉娘啊，来了，施主了，给倒碗茶来。来了。君子，待我听他们讲些什么。长得真不错呀。不错吧？怎么着？要卖多少钱呢？没价。不过有一点儿，我得跟您说说。上次那个女的，您玩腻了，给卖妓院了，这可太缺德了。这回可不能这样喽。这是我胡公子的本色，我还能亏本吗？两个可恶的字字，真正的可恨，真正的可怕，待我赶快逃走了吧。这幸亏他走了，他要是没走，你大声嚷嚷让他听见了，这事儿可就砸了。长得可真不错呀。好看吧？咱们就办了吧。办什么？借你的佛堂当洞房，在这儿成亲得了。哎呦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我们这是佛门净地，这可不成。不成？不成怎么办呢？待会儿我跟韩玉娘说一个瞎话。说什么瞎话啊？就提到你家念经得了。别胡说八道，无缘无故的我念哪门子经啊？我把它诓到您那儿去。您那院子又深，屋子又大。不错不错，到那个时候成不成啊，那就瞧您的了。什么时候给我送去啊？什么时候？银子到人到。那就明天午时吧，明天午时准时给我送去。好，一言为定，就这么办。
心呐。山苦奔波，历尽艰险，走荒村，穿小路，穿过了无数难关，风餐露宿，饥寒交迫，煎熬受尽，只觉得
酸悲痛。心慌意乱，地转，天旋，是新路之人，长途跋涉，饥寒交加，又身染重病，动弹不得。此处离舍下不远，且到我家歇息歇息，然后请郎中给你看看病体。哎呀，真好打扰妈妈，不必多说，随我来哟。小娘子随我回家门，可怜他行路之人受死不起，
快快请坐，喝碗清水吧。多谢妈妈。请问妈妈，此处是何方地界？这是河南信阳，乃大宋地界。谢天谢地，我总算逃回故国。请问小娘子尊姓大名，哪里人士，为何这等狼狈？我叫韩玉娘，被落金榜，受尽磨难，如今逃离虎口，怎奈我孤苦伶仃，无亲无靠，又身染重病，哎，我好命苦啊！怎么，你是孤苦一人？真是，老身也是孤苦一人，你也命苦，我也命苦。是个好人呐！妈妈身边无人，若不嫌弃，愿拜在您的膝下做个义女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如此，母亲请上，受女儿一拜。起来！我偌大年纪收了你这样一个干女儿，真乃可惜呀！哈哈哈哈！哎，我差了气了，女儿随我来哟。
太守为贤妻唱瓜戏，是数秋日盼夜响几多愁，春风几多人憔悴，满腹愁肠何时休。年前曾背罗金榜，在张万户家为奴，与韩玉娘成婚，他聪明贤惠，劝我逃出金榜回国报效，我投奔宋英，是那宗泽老元帅听我献策，大破金啊。蒙宗元帅举荐，保我为襄阳太守，十几年来令我寝食不安的是我妻韩玉娘，至今流落他乡，我也曾几次差人四处打听，一直没有消息，思想起来毫不悲痛，人呢也。世间心
存不良，害得他遭鞭挞，鲜血流淌，苦命女悬绝境。小人前来有何差遣？本府夫人韩玉娘被掳金榜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我已曾几次差人四处打听，均无结果。今日命你再一次前去寻找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大人命小人寻找夫人，乃是大人不忘旧德，只是小人从未见过夫人之面，此去纵然找到夫人也实难相认。这倒不难，这包裹之内有夫人被本府奉旨的鞋儿一只，另一只在夫人手中，倘若相见，将它献出，定能相认。本人一定也做路费。如此，小人收拾收拾，即可启程。多加小心，告辞了。
在都阴孙，虽逃脱是侥幸，可东坡惊魂。河山地广人多，竟被那金人侵占，时时的可悲，时时的可叹呐。怎么还没有睡呀？江阳身体要紧。妈妈但放宽心，这几日女儿感到身体好些了哇。女儿啊，郎中说你这病非同一般，是积年累月得的痨病，如不长期调养，恐怕这日后……多谢妈妈疼爱女儿，您快歇息去吧。你也早些歇息吧，但盼你早日康复，你日后你们夫妻也好团聚呀。歇息吧。至今杳无音信。
他把我忘得干干净净了。分别时的情景是是山盟地久天长，是树不在，他要问心，不知他是不是写着情不提，还我爹娘啊。
是才梦见成郎已经入闺接我上任，是何缘故啊？哎，妾自有他。看今日天气甚好，我不免到外面欢喜一回便了。做什么？你的包裹失落了。哦，多谢大嫂，多亏了大嫂她将我安全，若不然金大人又何妾主，我看这位大嫂甚是寒素，我不免赠她一锭银子以为酬报。嗯，我就是这个旨意。啊，大嫂请了。客官唤我何事啊？是才多蒙大嫂相助，在下无以为报。现有纹银一锭，请大嫂收下，以表我存心。客官哪里话来？你失落包裹，我还你一身，也能收你的银两。快快赶路去吧。大嫂既不肯收下，请问大嫂贵姓？日后也好报答。奴家姓韩。姓韩，大嫂，请问你家相公姓氏名谁，作何生理？这不说也罢。哎呀，妾主，这位大嫂她说姓韩，莫非她就是我家夫人不成？哎，想我家夫人她已然出嫁为你了。有了，我不免将包裹打开露出馅儿，倘若她是我家夫人，必定要追问此物。嗯，我就是这个旨意。啊，大嫂，看你的光景也不甚宽裕，这锭银子还是请大嫂收下吧。我虽贫寒，尚可度日，请不必挂心，赶路要紧呐。大嫂既不肯收下，待我将它包了起来。大嫂，你真是个好人呐。
这包内的鞋儿是从哪里来的？乃我家大人之物，奉了大人之命前来寻访韩氏夫人，此鞋乃是朕的物。你可曾放着你家夫人呢？是我去至那瞿老丈家中，那瞿老丈言道，我家夫人已然出嫁为你了，我又赶到昙花庵，那老尼言道，我家夫人已出外投亲去了，是我无处寻找，只得回去叫差。你家老爷现在哪里？现任襄阳太守。可是姓陈？正是姓陈。名彭举？正是我家老爷。大嫂，见了此鞋，为何如此悲痛？奴家就是寒玉你。怎么？你就是我家夫人吗？正是。夫人在此，小人不知，这厢有礼。快快起来，请问夫人，这是何人呐？这是我的义母李老太太。哦，原来是李老太太在此，小人这厢有礼了。你怎知你家夫人在此呢？是我奉了大人之命前来寻找韩氏夫人，恰巧在此相遇。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姨母，你我快快收拾收拾，随他一同上路。女儿啊，看你病成这个样儿，还怎么上路？你还是好好养病，待等病好再去吧。啊，真是个苦命的人。将回去报与你家大人知道，快快
先得起身难中定，不知他今日里就要接你来了，你应该高兴才是，怎么你的心情越来越坏了啊？我微臣呐，受尽千辛万苦，如今才有音讯，我却身染重病，倘有不测，岂不辜负我这一片痴心？Oh,
上前叩门。老太太开门来。来了，来了。这就是夫人一目李老太太，这是我家大人一目。我妻现在哪里？太呀，我病在床了啊。快快带我前去看看。我进来。我是你成郎来接你了。成郎，真的是你。先起。
能忘，伸手不满大宋黎民，除你尽更应该志在高端，且不精忠报国的人呐、讲话句句在理，可恨我自作聪明，胡乱猜疑，是
今年来时时刻刻请最好的郎中，你的病一定会好的。苍天哪，你睁开眼吧，苍天哪，你公平些吧，苍天哪，你责罚请。